猛力打到左外野，顶着逆风，真的给他扛出去！哇，真厉害呀！哇，也被翻筋饼了！哇，精彩精彩，真的精彩！太厉害，太神奇了！哇，这没有枉费他长那么壮，洋炮敬礼，敬礼敬礼，洋炮要敬，真的洋炮，哇，这是唐家俊被打的第一轰哎，没有想到说不断的攻内角，哇，这次全垒打真的展现他的价值啊，对啊，逆风还真的打好远，因为那个打击的姿势也真的很猛哎，哇，吓死了。哇，投到高的位置，可以说是轰中高的位置。哇，真会打。所以啊，重越了又多这支炮，那种杀伤力。